明天没课哦，没事啦。对啊，我开十五分钟，你要让人家插队，我拼哎！宠物社团怎么样？感觉很棒哦。我一直想要创一个宠物社团，然后人家跟我说，可是宠物社团已经有很多，说那不一样，因为 我之前也有参加很多的宠物社团，因为我喜欢看那个，可是他们会有的人会很多偏激的事情，再不然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猫咪，应该说是动物相关的社团哦，然后结果那个管理员他自己也有在跟那个卖猫的合作，有卖猫就算了，然后他还诱拐其他的女社员，然后去他家看猫，然后趁机把妹。然后我就心想，就是一个宠物的社团，干嘛有办法搞那么多猫出来？那我自己换一个。哦，不用啦，不用啦，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插队，所以我想想就算了。我后来买蚵仔煎回来，所以等一下你就只好看我吃蚵仔煎。我排很久哎、欸。然后还让人家插队，超不爽！而且还当我瞎了，我就不买啦、啊，我以后就不要吃那一间的章鱼烧。我买蚵仔煎。我跟你说，其实蚵仔煎啊，最终极的吃法就是呢，你跟他说，老板，我要一个蚵仔煎，不要太白粉，加一颗蛋，就会很好吃。你要是加一个蛋都没有好下场，哎，你要是加太白粉都没有好下场，因为太白粉会比那个料还多，然后最后你就要从一堆的太白粉里面想办法剥出一个小蚵仔来吃，好可怜的。OK。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就自己创一个啊，不然还那么的猫咪社团而已，还可以搞一些，还可以把妹，那我死都没有想到。那我要创一个猫咪社团，然后把帅哥，没有，那就不要蚵仔被打死。那你要削人间吗？烧只有章鱼，让它走了。蚵仔煎不要那个太白粉啊，只要啊叫它多打一颗蛋就可以。好可怕哦，觉得啦。
拉针本来就有蛋啊，但今天有拉针蛋。来了，爆尿！啊！我被波西哥打到了！波西哥给我一发豆浆，我整个就是倒地。我现在负起祖国的任务，我一定要努力的开光。在这外星了。啊！我错了，喵！零三了啦，我蛋！我周一只要来吃一块肉肉啊！我死定了，喵！什么六阶车要在这种场求生存啊？好辛苦，不秀。哎，对面有一个五阶车，我没看出啊。那台五阶怎么？Goodbye！ 这边喷个汁我都得死哎、欸！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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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台三。你跟他说不要太白粉，就是你跟他说，只要有心哦，就会有心。那个筛选一下就好，也是，反正要社团。而且如果说有那个你看到是广告的有没有，可以先把它封锁。那我就直接。哎，我真的很认真在开光哎、欸，里面没有一个我是打得起。不会最后一名，对啊，加蛋加十块，以前加蛋五块而已，现在加蛋要十块，可是总比一直吃太白粉好。看吃阿珍就赢了。没错。
马上看他感觉看到没有，后面有个废物。啊、哦，没有，好脏哎、欸！打谁呀、啊？是，我看打七里好了，没有零一零。看到没有，后面还有两个猪头。我不是最烂的，真的是这样啦，只要我不是最后一名，都很好说话。头居然受伤了，好好笑、哦！是你敢信？阿咪，你是咬自己的内内受伤了吗？引き返し、皆のブーンを祈る。Hello，Hello。哈哈，反正就是啊，那个是。比好的那个是高材生的工作，不是我。我就是以前的那一种后段班，然后大家哎、欸、考几分？十分，呵呵，我零分，有没有？那我们是比烂哦。那想想看，你不是最后一名，还有两个人比你更智障，你就觉得哦，真的是充满了意义。就觉得你已经很废了，还有人比你更废，那就很觉得很好笑。真的，谢谢芭芭拉虎，谢谢德国车。Hello，Hello， Kevin Two。假的，叫我吃饭了吗？肚子饿啊，肚子饿就喵喵喵喵喵。对，是说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倒霉，就是我之前不是有做美食节目吗？然后那个美食节目才一集 ，iOS 就出问题，我都快哭。去那个就是那个娘的要命的山谷，不是有那个 KTV 吗？然后那个 KTV 我打算来跳支舞，你觉得怎么样？路已经崩了。上路一步一步慢慢崩。走过钢丝。
件吧，我在想，我也搞不大清楚。不要抱怨，留着挑就好。这时候只要谁出来，就给他一个豆花。You know 豆花 ？Yeah， 豆花 is Kentucky manlian。没来啊，等的心儿都睡了。我在那来救。辫子，我只是把它绑两只起来而已，我还没有绑辫子。艾斯的灵伤啊，对，艾斯他好像是挂网。哎，像这种高尚树，我就拉树，一巴拉回家，啪，呸，然后他就回家了，笑。睡哈，过去点，谢谢。胖猫，よし行くぞ。よし行くぞ。自从加了日本公会之后，觉得我的日文也蛮进步。
那六号线会过。来，我去零号线好了。射撃目標を探すぞ。
地狱猫。看那个地狱猫害怕了。这要慢慢来，这样慢慢来。你妈死定了！哎哎，你不……啊！完了完了完了！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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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娘的太痛苦。就在这了，不想走了，累死我了。敵は確認。次の敵に備えろ。I just want to keep. 我快笑死了。啊 ，SLOWL， 哎，对啊，对，还有个 L， 难怪觉得那个字怪怪的。晚了之后就是七阶就有护士。Can I keep? Can I? 我知道啊，有玩英雄联盟的嘛，知道 ON9 是香港骂人的、啊。I don't care， 因为我们赢了，让他骂一下没关系，反正胜率在我们这就好了。车子的特性哦，比较慢，所以看你想怎么打。那
那因为我想要练习一下另外，因为我想要练习一下另外的打法。老实说，我不希望，因为其实我的个性是有点冲的，所以你看我的战车都是重坦，因为重坦可以在最前线，不喜欢待在后面，所以我最不会玩，我最不会玩战车就是炮车跟体力，因为我不喜欢在后面的感觉，我喜欢在前线，然后跟人家硬碰硬，激烈的碰撞，就是那一种的。那我选择日本战车，是因为它其实蛮硬的。一般的车子到八阶哦，就像你看我那个3485到八阶又跟龟儿子，但是这个日本战车不一样，它其实八阶还是可以爽爽的。然后在同阶，如果它是头车的话，你看就会像刚刚这样直接开五速，那个地狱猫直接一发就秒过去，秒过去。可是地狱猫有个优势是那个它的那个距离很远，所以那一台地狱猫不懂得利用它的优势。应该在我开炮的时候，它就应该过来。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他们保持距离，然后试着再打慢一点。因为对对对，我不希望我的打法太僵化。如果说你战车玩久，很多人的打法会僵化，因为他觉得我这样打就打，我这样打了这么久了，都是这样子赢上来的这样。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还是要学着保持灵活，所以我会故意打一些很慢的车。老实说，那种很慢的车打起来对我来说真的是煎熬。爱的法的煎熬，阿娘为他慢呀。可是我还是会学习这个样子。刚开始在打那一台战车的时候，我超不习惯，那个胜率几乎是零趴。然后前面两场胜率100%是因为打酱油。然后现在我就会练习一下，可是我不会打太多场，以免让它混掉。所以我每天大概拿出来打个首胜，就是保持每一台车的手感它的不同，然后保持它的灵活性。对，地狱猫其实最好的就是它的隐蔽，但是它并没有利用到隐蔽，还有它那个视距也很好，但是它并没有制造出优势。因为你看很多人都觉得 TD 就是要在后面黑，所以你看那个地狱猫其实它有更灵活的打法，但它选择在后面黑，那它就会让它的那一台打法就不灵活。其实这样子不行，你要试着让你的战车进可攻退可守，然后了解他的各式各样的应该要有的东西。那至于我装什么装备呢？我跟你说，装备其实都是其次。很多人都觉得装备很重要，可是其实装备都是其次。那为什么装双筒呢？因为那个活动都一直送双筒，然后我根本没有钱可以买其他的装备，所以我都是看那个道具栏有什么就装什么，根本没差。顶多快点快秒会可能会比较有差一点，但实际上我是觉得很多人会过于依赖第六感，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会让你的打法会太依赖一个东西，然后你的打法就会渐渐不同。他的打法很容易就会变强。对啊，其实锤棍比较多，像双筒我也没用过几次。你看都开光开出来了，用个屁双筒！他来了，他来了！他给你踹到一个盘子上。还在走！我操，放他进来。你这个开法，我马上就跳投河自尽。英国是征服者吧，还是征发者？退后啊！你不退怎么帮你？我操，傻逼！退后，你那边炮车会打。超
haben sie nicht mal angekratzt. Wirkungstreffer. Take land count 哦，哦 ，let land count 啊，不要紧啦，你听得懂就好。好啦，我现在会了，我现在会了。Okay, I know, I can. I can understand. I can.我觉得最难打车应该是巴顿吧。但我觉得巴顿是神车哎、欸，就是神到你不知道他怎么，神是你没办法掌控的那种感觉。马上跟你来看，快摸摸，我们要去吃默默了，快马加鞭驾！的 ，Let them come。哎，以前这边有个坑洞，好像不起来。以前要掉入那个死亡坑洞就出不来。好，这其实还没到。这样有甜品。以前还没有改版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超大的坑洞，那进去就出不来了。哎，死啦啦！今天车我们不要太慢。Lager wurde getroffen. Ziel erfasst. Kette beschädigt. Wir haben das Ziel verloren. Oh no, ich bin gut in Kontakt.凶哦，养不起那个。对啊，金蛋海弹炮超忧伤的，这个就是淡淡的忧伤，金蛋的蛋，淡淡的忧伤。
出来，我打你。六九应该在兜了啦，要是我就在楼打，他已经打散了。真的，你的，因为我有好多台车一直没钱买，你知道吗？我平常都打得很土豪，所以就没什么。我那个虎式到现在装备都还没有上完整欸，我现在虎式的装备还有双筒超扯。啊，150死定了，偶尔来一发。吓我一跳，被阿咪吓到。哎，你干什么啊？你吓到我了，坏猫咪！啊，吓了我裤底包。
奶油师是不是走了不理我啦？哎呀，还在，别兴奋，快点前进！奶油师，快出来！我要跟你一决雌雄，干嘛？猫咪黑黑的，就是容易吓到人，走。啊，没有没有啦，黑色也是很漂亮啦，黑色很漂亮啊。好啦，你坐着，你坐着，我看不到荧幕了，坐好。好啦，很帅很帅，躺着躺着啊，再躺着。大卡车呢？大卡车。哎、欸，怎么都没人啊，好孤单哦，寂寞觉得冷。可出来又怕被奶油师打死。哎，我的心情好复杂。哎、欸，你看那个电线杆会闪亮哎、欸，你有看到吗？超闪。我保家在。那个125哎、欸，125还满血，完了完了，哇，抓塞！哎、欸，怎么还有一台台是几啊？完了，我们可能会输。我没有注意到，没有看到，是我蠢。怎么办？有的时候，你知道，哎、欸。我跟你们说，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恐怖游戏，是一个大陆的玩家自制的恐怖游戏，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玩，让大家看一下恐怖哦。那我们，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我注意看一下，叫做，我看一下我放哪。叫做白色轨迹，不晓得好不好玩，到时候我们看看。白色轨迹，白色轨。看我们输定了，不要看好了，我不想看这伤心的结局，要出去看电影，打一点 N130米，是，打103好了。什么手机拍照？手机拍照拍什么？
是输了，嗯，没关系啊，赢那么多场，输一局来就。通常七点到八点是连赢区，然后八点到九点是连输区。我已经抓到这个战争世界定律了。那你一天只能打一小时，打两小时就会开始输。哎，我走错路了，哎，错了赛啊，北西。那礼拜三毕业旅行。十点不要玩 A， 十点以后不要玩 A 二十。哇，又 NT， 我们没有 NT 帮忙制衡中间，看来这一场会输，因为中线很重要。哇塞，我们这一局会输。果然八点进入连输区，我们应该立刻打单机。啊，怎么了？我要买，要变成僵，要变成僵尸人。
原来神经超紧绷。S C O U T， OK OK。哎，英文烂吗？房子后面打不到，这也太炸了！因为我现在必须要做的，我跟你说，他们现在不懂的是，16是我叫他们去的，让他们这样子绕过来，但是我一定要在这边帮忙他们，并且辅助他们做一个交叉火力出来，不然我们会输。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现实在这里，真的没有办法。对，交叉火力一定要做出来啊！这个地方是最苦逼的，但是你是 M03， 你的头最硬，就是你来去的，就是没什么话讲。这个就是要你去，有没有担当就是看这一段，你懂吗？你要赢，你就要取舍啊！那这个位置最苦逼，但是你是 M03， 你头最硬，那你就是要我走。不能够，因为说，怎么样，我也去那边，那交叉火力就做不出来了。啊，我挨打没关系，我不会死就好了。选择在前面帮你做一个交叉火力，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赢。对，火网，这个就是你要取舍的啊，你要取舍的。
看，如果刚刚我没有在那边啦，那他们二号线的就会走进来家里，那么我们六号线的人呢，反而会被他们做一个凹字形的 L 字形的交叉火网，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输的几率就很高。所以你要防止被他们这样 L 型的包抄法，那就是你要做一个七字形，应该是说 F 的相反的这个交叉火网交叉眼，这样子他们会有所顾忌，因为他们知道那边还有一台的 N 三，所以他不敢太出去，他们就会这样子。妈，帮你干咪，还没有抱抱啊？摸一下政治有意见你。就是这种的反科自信。都剩 TD， 我们都剩重弹，太不一样。一个 S 八，一个 S 三，弄不好还会输。可是四零四三并不是说。对面的炮车都屌炸天。哎、啊，来呀、啊！完了，我们的血都偏少，炮车。炮车神来，对面炮车太准了，啊完了，还出去定钩机，哇塞！白球，啊 ，My God， can't believe it， we win！ 那个 ，Oh my， 那个 Owen EGA 的已经崩溃了。关键性的一撇，T 三十，我要赚钱，我好穷哦。阿米，去看看是谁，去看看。好，我看出来了。吓到了，白痴哦，胖猫。这个衣服是这样啊，两件式，看，啊，本来就这样，这个衣服的设计就是这样。
Let's go. 干嘛？那是啥？这场可能会输哎、欸。
但是好像来不及。好啦，我觉得我不适合古装哎、欸，我觉得我古装好丑。OK， 首先我是中坦，第九号线。对啊，很闷，没办法，我太着急，后面也有人在被我千年杀。Ready to fire.
понял. Пробитие. Цель захвачена. Оружие повреждено. Точность стрельбы снижена. Цель захвачена. Есть пробитие. Мехвуд контужен. Скорость движения и поворотов снижена. Цель потеряна. Цель понял. Пробитие.恐怖游戏，这是新的，叫做什么轨迹，什么轨迹的，然后是玩家自己自制的，然后我们来玩玩看。Hello， 老王，老王心情可好？还是还在心情不好？因为当当伤心，你就伤心。
цель потеряна. Потом打不到哎、欸，哎、欸，这里你打得到。你把你怎么打不到的没穿？太伤心。怎么办？快要被我们实况组榨干了！又是没有，又是再次。Let's go！ 140感觉其实也蛮不错的，可以看刚刚他的那个火控也蛮不错，觉得140是很好的车。Okay. 哦，是做这么多。
会不会被发现呢？我是觉得还稳稳的，没事，很安全。哇塞，不安全！啊，被看到了，喵！好多台哦，我的妈呀，死定了！我好想先走了，我妈呀！旁边还有两台，围过来我可能就死了。所以经过我毛利小五郎的推理，我觉得我们应该往后走。好，斗球，不用真的斗球吧？他不需要斗。转角遇到八圈二五 T， 我就知道我不用打了。我今天有打算要玩那个一个恐怖游戏，那个恐怖游戏是一个玩家自制的，我想说来玩玩看。听说做还不错，可是我不晓得。看，如果是恐怖游戏，想想好可怕。对啊，水感无处。没有，我今天想打打看一个恐怖，还是我们把幻痛打完了再打那一关游戏。幻痛不晓得还要多久才可以破关，每天都在等等好久哦。啊，全部都来这里。把幻痛打完再来打这个恐怖游戏，过关了再来打个。我也不知道哎，全都玩过，不过我都可以。Hello Hello， 这个坏蛋。Есть одна цель. Цель захвачена. Там горит. Эй, вот за мало, вот за мало, вот за соус. Броня не пробита. Вот контур, скорость движения поворотов снижена. Есть отставить. Броня не пробита. Эй, вот за мало, вот за мало, вот за мало, фак!秒哎、欸！我操！今天不晓得我在打什么，我怎么了？怎么了？我怎么？你的又输回来了，好扯！
就说了，以后应该要七点到八点打战车，然后八点到九点不要打，八点到九点都输。哎呀，我瞬间崩溃，怎么可能？不科学，为什么扯事都遇得到？超崩溃的，太不科学了，太不科学。你说这样吧，这人家被复健，不科学。啊，怎么会这样呢？夸张。快打电话。Thank you.
超夸张的，刚刚的全部的战车都在我这哎、欸，太夸张啊！哟，要被要被，好，至少我们赢了，好，有赢就好，太不科学了，真的，你要感谢我，我一个人扛了好多台。来看看刚刚的回收比例，哎呦，赚十金哎！我们会，哎，我想想看，礼拜六是一起打那个英雄联盟，然后礼拜天，哎，礼拜六打英雄联盟，礼拜天打战车世界，然后都是训练榜嘛。然后我有跟 Sky 哥哥要一些的500金的序号，那到时候就是来把它送掉，这样。到时候大家可以拿到哦，很棒。我一开始就，然后我就GG了，我夸张了，而且我他妈还走错路哎、欸！你看我走到哪了？你看看，你看看，这里在干什么？
这样。哦，差点。哦。通常像你这样洗屏，我就不大会去看，我会自动把它滤。库迪一包，哎、欸，阿俊，你不是说今天要玩，结果都没有。我，来，我们现在先投票，请问你们要等一下要看幻痛，把它就是还是把它看到破关，还是说玩那个新的恐怖游戏？哦，因为那个、啊、你把你的重登一下，你把你账号重登一下。去啊！哎、欸，在 reload， it's reload， reloading。ST 二可能会被炮车打，反正。哎、欸，就凭那种，我应该会被炮车打死。阿俊一定都打这种。哎、欸，天！你想要看恐怖游戏吗？太好了儿。那恐怖游戏我都还没有玩过哎、欸，我一直在等你们，然后跟你们一起。可以到十二号都有。哎、欸，大家有兴趣可以加那个猫咪的，我没有偷讲你坏话啊！我靠，我都真大包。耶，我们要赢了！哎、欸。是很高兴，毕竟就是爽。